買入206電視廣播股權，佢嚟啊！$55，十一下旺積號同埋 Providence Equity 執行行政總裁 Jonathan Winters Nelson 會進入董事局為非執行董事，現任管理層包括主席顧問夫。係喎，你叻喎！